然后我和我爸，我们俩到了我们这边附近的山上啊，然后把这个他给放出来啊，赶快放出来，家伙肯定急死了。哎呀，哞，平静的弄里，我相信啊，没问题啊。来，跳跳跳，又不是老高，跳呗。我靠，好，nice，哎，nice。哈哈哈哈，带着这个小花啊出来玩一玩啊，小花这个狗还是可以的啊，我看晕了没？哎呀，有一点啊，有一点吐了一点，可能没事啊，不是鸟了，可能吐了一点。啊，70年代、60年代挖的这山呢，就是这石头都拉到全国各地造铁路，就是红石山。原来它是整块的哈。人工开采的，50几年开始开采，开采到80年，现在不让开采了。啊！我天，都给它挖，都给它挖没了，都挖了一半了都。哎呀，小辉儿带你出来玩儿，知道吗？还是军事基地。嗯，军事基地也很严谨破坏。哎，牛的很。这火车站，我这毕竟石头开成就拉到全国各地。嗯。这头几天抗洪救灾就拉着石头，嗯，修河。你别跟我往前头再提一点距离啊，再提一点距离，你在后头跟着啊，听见没？我在这儿呢，对，飞了吧你，小伙儿，把摩托锁在这里啊。把摩托锁到这里，然后我们去那个，去爬山去。小辉儿，然后我们到了山脚下啊，今天要爬山啊，小花要爬山，知不知道？哎呀，小花开心的要死，开心不开心啊？今天谁都没带啊，就带小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对你好不好？赶快跪下，给我磕几个头，让阿飞高兴高兴，快点！啊，锁住了。我的天哪！是吗？本身一直下雨，河南下的是吓人。然后我们到了山脚下啊，从这里开始往上爬了。那里有个寺庙啊，这带着小花啊，看小花能不能坚持到爬到山顶啊。今天带小花来爬山，哎呀，开心的要死。我捉个兔子啊，小伙儿，记住，给你发个任务。呵呵，抓兔子。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往上爬了，开始爬山了啊！我爬第一个，我第二个，小花第三名，你要不要做第二名，或者做第一名啊？坚持住啊，小花！哎呀，好，加油！我要为你歌唱，你别说，这路那真带小黑过来，小黑还真上不来嘞。我哪成这？小辉如何中？哎呀，我天！我们已经爬了这么高了，哎呀，啊，小花都变成第二名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变成第二名了，你把阿飞变成第三名了，哎呀，不够意思啊！走走走，哎呀，小伙儿一看，给你点面子吧，我还是做第三名。我一听，哎呀，今天真刺激，是不？我操！我吃的是有点不好，哎，我还有三碗。哎，累死了，累不累呀、啊，小伙儿？哎呀！一，
你带着给小孩带有水吧。有。哎呀，呀，走。不用。呀，腿都软了。呀，腿都软了。你去解放台湾还没走的，你都喘气儿喘气儿就行。呀，这会中。呀，腿都软了。我再歇。歇会儿，歇会儿。我天，啊！呀呀，小花儿，你不累吗？小花儿，好，在这儿歇会儿吧。喝水不喝？过来，喝点水，过来。呀，喂他点儿。呀。拿过来，你都是兑的热水，凉的，那也凉的。中间喂小花吧，拿过来。哎呀，给你兑口水喝。来，小花，小花，来，不渴，你这货。这货兴奋的，你看他兴奋的。好不好啊？这货。看他跑来跑去的，这货得的，你不累？歇会儿。呀，我天，太热，不是太热，是太累了，我天。还没有小花爬得快啊，真的是搞笑了。歇会儿吧，小花儿坐的。这边风景无限好，张嘴张嘴喝一口就不喘气儿了。小花儿，他肯定用着，没煮的喝过，没亲自喝过，从那舌头朝上，朝你看这是边那是牙齿抵着前头。好，哎，习惯，你说我不习惯，再给你喂进去了，把它留着，哎，你留着，再给你留着，你个小家伙，喝水还得我喂你，怕你渴着了的，嘿嘿嘿嘿嘿嘿。嗯，没有配音我。